大哥，我错了。里面有一只。评价是尴尬。 他上来要这里，哇！他怎么上来？干起来，干起来，哇！第二只来了，没办法。他在，可能会救。但至少是他们生命线倒了。哇！真的很卡。没事。为什么生命线跟？ 那个叫什么？生命线跟那个叫什么？生命线跟玄月犬可以飞啊！他们有那个跳弹跳的。有那个星丸那只。对。希望他们可以飞到我脸上。至少我干掉他的生命线。重开一下。 好，没事啊，反正不会扣分，呵呵呵，欢乐，贴脸有散弹还是爽，开箱，啥都没，先摆。 哎呦，还有纸哦，喷雾，买菜的，再抽，你找那个你在，你说什么？那个你按 F1 可以丢出来，然后就有一个像牌子一样的东西在那边。哦，哎，你在那空中飞的时候，不是有时候会有摆动作，那是什么？ 哦，哎，我看一下现在那个超嚣张哎，记得现在也有，抽光光。哦，有左上角，你看那个冲上云霄。哎，对，右边数过来倒数两个，不是第三个跟第四个。 紫色那一排，右边数过来，哎，下面不是有两排收藏道具吗？有，腿上功夫。哎，啊，左边的是巡街犬的。哦。我是用蓝色的那个币下去买，因为我之前有存满。可是它有限角，限定角色哦。 真的很嚣张，呵呵。巡邪犬，这两个都还好。好了。啊。这一季的通行证有直布跟华生的，我其实有。 胖胖要三十，哎，83等，这里看不到了。跳伞动作，之后看看我有没有。每次看那个，哇，秀。 空中在那边摆动姿势。嗯。Pay attention, you might learn a thing or two. It doesn't matter who I am, only what I can do. Ahead, we talk of victory and slaughter. Introducing your champion.
There's a thin line between life and death. 你看这些冠军还好啊，绝对不会有问题啊。下一秒 ，Pin 还 OK 吗 ？Careful, I'll steal more than just your heart. 有，正常了。水啊！有，我剩六十了。怎样？等一下，我剩六十。你的 Pin 给了小玉米吗？一人一半吗？我从一三级剩六十。Enough lining around, we drop it.应该是伺服器的问题吧？有人说好像是伺服器，今天好像比较卡一点。那个球球要死了，是不是很穷的地方呢？Say one, we're all inside this ring.有人，有人哦，刚没看错。人好像在小玉米里面。我这边两只，我这里没人哦，我没有甲哦。哦，我这边三只，不是、啊。我在找甲哦。啊！最后一集，在奔跑了。You know it just us. We got to watch each other's back. 我被压在角落跑不掉。小米快跑！烂枪，什么烂枪？哦，干掉了，干掉了，干掉了。P 二零二零，我用神枪，神枪。哎，贴下我的牌子，我在里面，我被鬼抓走。你在找？我被关在这里，三个人打，你看多可怜。现在万呼呼哎。Oh my god！ 我刚很卡哎、欸。有，你把片还我，我现在变回140了。刚打了200，现在变回来了。神枪，神枪 ！P 二零二零，打，这是什么鬼？有哎、欸，那个球球有钥匙，看要不要打掉它。Well done, using a Phoenix kick. Deploy and help drone. 有人，有人，有人，不是吧？为什么？太多了吧？我被扫到啦！救我！我还在乱用东东。应该在我们头上。像没有要打的意思，他应该在等队友。我刚就看到一只。哦，怎么有人就卡了？现在不卡。来，小帮手，小帮手。楼上。Eyes in the sky. Care package coming in. 这边打起来了。这里人那么多，这种穷困潦倒的地方。是天际线。
哦，金空头。Let's relocate here。他们在这里打架，要不要偷？偷。哇。我们有梦想。炸到了，炸到了。哦，好，下去了。没上了，没上了。然后我们两个过去哦，水米小心。走。哎，这是空投怎么空的？我是看错了。下面，下面。哇！爆他家，我就死了、哦。你们下面一来就有人哦，下面很多，下面两只。倒一倒一。啊！好。哎呀，上来了。他们一只破甲。加油加油！嗯，哎呀，所以那空投是他们捡走了，这么快啊？嗯，刚有一个恶灵下去捡，所以他们刚刚少打多。我跟你打不同组哎、欸，我还打到一个，有两组啊。对啊，他们刚两组在打架，可是打一打的时候莫名其妙就和平解散。我想说他们打我去捡，然后去的时候已经没了，跟前面的人打，我只把他打爆。刚刚他们三打三，然后结果那个恶灵冲去捡空投，丢他的队友，他的队友去那个二打三，然后打一打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面就退了，然后我们就来了，他们就被夹了。看你们还在战斗中还是什么？我出来了。和其他技术相当的对手战啊！你们是不是有人白银了？没有啊，我铜牌。哎，没有啊，我铜一。哎，那为什么他说我无法准备？派对成员必须打死。啊，重进。我觉得我 bug 了。嗯。我 bug 了，我 bug 了。我重开。差点开心。好险！好险，不是又被抛下，他直接先跟我讲你有问题，你要重开。我想说奇怪，怎么不能点？不错啊，这是有提前跟你说。对。小玉米，嗯，我觉得啊，那个叫什么？通行证里面不是有一个金色的巡街犬的造型？嗯哼，我觉得，是金色吗？有一个紫色的吧，还是蓝色的巡街犬造型？我觉得那个比金色还要像金色哎。我觉得小米他拐着弯说，觉得你这个巡街犬还好。蓝色的吧？对，我看这个。因为小米那个金造型我也有，可是真的觉得我真的觉得金造型一点都不金。这个是通行证的。空中对啊，那个磨光的。比金色造型还要让你更不值得。空中的姿势是在哪里选？没有，你有了就有了，就有了。哦、
一只角色只有一个。哦，一只角色只有一个，了解。嗯。助理长。有些金色造型很奇怪。这一季的还有雷帕特的那个空中的那个动作啊。好哦。It's time. 下不会说你有两个动作那個。